哈利路亚，你们声音要比我大声的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虽然人数不多，声音有多少个人啊？哎呀，真是 OK。 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。好，感谢主。过去这个礼拜非常寒冷，对不对？冷不冷啊？最近我们教会在推动什么？哎，对不对？然后战胜困难，阿们。先不要谈到这里，先谈到这边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困难啊？有没有困难？哇，我太多困难了。哦，这个王丁佑牧师啊，叫我们做这个实在太困难了哈、哦，对不对？那么天气那么冷，一大早就要起床，要还要每天要祷告30分钟。哎，感谢主，还好。啊，其实真的是非常好。今年我们教会有推动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对我们来讲，对个人、对小组、对教会有非常有很大的益处。那么，其实真的其中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其中有一项是为谁的职场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为你们职场祷告啊？有啊！哎呦，感谢主，这个超凡的姐姐是不是？她有呢，哇塞！OK， 感谢主，他有，我们不能没有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最近呢，那个修建开那个早餐店，对不对？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职场，很感恩，真的。要不是因为我觉得有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因为有一些吃早餐的弟兄一些人哈、哦、客人，我觉得让我们有一个有一个什么一个心痛吗？有感动，真的是看到这么多人，真的这是我们的职场吗？我们就开始祷告。哎，我看到两个，有一个两个年轻人，这个两个年轻人呢很特别，有一个其中一个说神有感动我，他每天来，我就开始为他祷告。哎，神有感动我说要跟他讲，结果有一个人很少来，那有一次机会呢，他突然来了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他就问起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要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职场，你知道吗？真的祷告之后，这个人反而这个人怎么样被得着了。所以我觉得环境不是一个困难，我觉得不是说哎呀这个我能不能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，只要借着祷告，我们顺从这个教会所推动的，透过你的祷告，你个人的祷告，你家庭的祷告，你职场的祷告，我相信你今年绝对是怎么样丰丰富富的得人，我相信也在你的家庭里面也能够得人，阿们。我相信每一个人也期待今年在你的家人能够更多的得人，我们的家人或是在你的朋友或是在你的同学或是你的职场里面，我相信只要我觉得我们按着这样子，困难算什么，我们可以的，好不好？跟你左右的人说不要怕困难，好，从你座位起立，我们唱一句诗歌，唯有他，我们再来都会有他。
敬拜的主。Thank you.
是那位配得赞美的神，他是能够战胜我们在我们的环境的这位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能够胜过所有一切。哈利路亚！好吧，我们接着第二首诗歌，成为我们的祷告。阿门！我们宣告。荣耀，举起主大能教
耶稣基督胜过世界，耶稣基督胜过一切的死亡，耶稣基督胜过我们所有的困难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是为我们今年新的一年里面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你自己来祷告，说主啊，是的，我有很多困难，我有很多的问题，我有身体上的问题，我有家庭的问题，我有婚姻的问题，我有儿女的问题，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胜过所有一切的难处，好不好？今年给自己一个挑战，说主啊，是的，我要胜过所有我的难题，我要胜过我所有的问题，我的难处，我的困难，我的禁忌，好不好？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对上帝客气，跟他要，跟他祷告，我们同时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胜过所有一切的疾病，你是胜过所有困难的上帝。是的，今年主啊，盼望我们胜过所有的一切的难题，我们的难处，我们的经济，我们的困难，我们的疾病，奉耶稣的宣告，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里，因为你胜过所有一切，你胜过世界，你胜过世界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们不怕困难，因为我们所信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亲爱的耶稣，在座众人的祷告你都听见了，众人的祷告是今年渴望能够胜过所有的。亲爱的天父，你已经听到了，你已经听到我们呼求，我们的呼求向你献上仰望跟交托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困难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，包括我们的生命。包括我们自己跟人的关系。也许过去的一年，你跟上帝曾经有立个约，盼望你过去的一年能够怎么样，能够得胜，或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得胜，或是在你的跟神的关系得胜，也许跟你在灵修的里面得胜，祷告的生活里面得胜等等。也许你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盼望，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在上帝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重新在你面前跟你立约，再回到上帝的脚前说，主啊，我再次回到你的面前，盼望就是第三首诗歌成为跟以神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的开始。
要让欢庆蒙蔽我的眼，不要让谎言使我的发沉，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，我你的心思一生赞美你，我你的心思单单敬拜你，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，我们再来跟着主，你的心，我的心。
兄姐妹，这首诗歌说我们立定心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过去的这一年，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？被世界蒙蔽吗？被谎言蒙蔽了吗？被困难在那里被压制吗？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时候，好不好？这个新的一年，我们跟神宣告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要在这里，在你面前立定心志，我要过得胜的生活，我要过圣洁的生活，我要过得胜的生活，我要过得人的生活，我要过那在困难里面能够胜过的一个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在这时候为你自己来祷告，你过去的困难不要再回头，从现在开始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你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为你自己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今年要得胜，我今年在某一方面要得胜，我要得胜再得胜，我要跟你立约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建立美好的关系，我要建立祷告的生活，我要建立读经的生活。为自己来祷告，同时一起来祷告，敬拜中来唱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是的，立定心志，起来。我立定心志，一生赞美你。我立定心志。想到大船的锚，我们都知道一艘船如果没有锚抛在海底中，这艘船就会随着风浪到处飘荡。但是如果船有锚把它投在海中，不管这个浪怎么样的吹，怎么样的翻滚，这一条船是稳定的，是不怕的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立定心志就像那个锚，我们就像一艘船，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常常立定心志，我们就会飘来飘去，好像浮萍一样，我们就会随着那个波浪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，心中就没有平安，心中就没有喜乐，心中就不得安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立定心志真的非常的重要，就像这首诗歌说一开始的，我不要，后来讲到我要。立定心志就是什么？就是把不好的、不合上帝心意的通通说我不要。立定心志是什么？是选择，选择走在神的道路当中，选择神所喜悦的。立定心志就是一个选择，就是一个决定。而我们要常常让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是有所选择，是有所决定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冲破很多的困难。所以在新的一年，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常常留意你的心？圣经上说，保守你的心胜过于保守一切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要常常留意我们的心。如果你的心
感觉好像是常常在一个漂流的里面，好像在一个不得安稳的里面，好像在一个好像感觉好像这个没有平安的里面的时候，你就需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立定心志，你就要开始做选择，你就要开始下定决心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的来为自己祷告。真的，我们跟神说，在新的一年，我愿意存着谨慎的心在你面前跟随你，愿意在你面前常常做选择，常常做一个决定，就是决定来跟随你。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这样的决定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同声来祷告。